王丽坤新恋情曝光，两人十指紧扣逛街，与男子有着夫妻相。王丽坤虽然在事业上稳定，但是在感情上却很坎坷，和乔振宇低调地谈了8年恋爱，长跑都没有结果。说起来，这两人还是没有缘分，即使交往了8年，还是分道扬镳。近期有媒体爆出一段王丽坤与一神秘男子牵手逛街的视频，疑似新恋情曝光，王丽坤立刻挂断了电话，举动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热议。王丽坤的举止似乎坐实了与林更新分手消息，同时又默认了新恋情。随后神秘男子的正面也曝光了，该男子看上去与王丽坤年龄相仿，身材壮硕，文有大花臂，身材壮硕，王丽坤在他旁边就如小鸟一般。不得不说，王丽坤和神秘男子真有夫妻相。